好，在高雄三民区大享路这一处巷弄啊，这户人家是今天才来进行整个清扫动作，原因就在于说这个屋主并不是住在这边，而且屋主的儿子是从这个高雄美浓过来的。那么其实啊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今天这个环保局人员也接受指示来到这边来进行抽水。那么呢，他们是要先把这个一楼先把它抽干之后，再做里面的一些修清扫的工作。那么呢，刚刚环保局人员透露说，他们其实一早就接到通知，说呢会来这边来抽水。那么呢，他也说刚才一到的时候，其实就这个屋主就已经在等了。那么是也是他等屋主开门之后，他们再来做里面的清复工作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刚才啊，林长也说啊，这一户人家其实是他打电话来通知的，因为屋主不在里面，也不住这边。那么也许当下呢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可能泡烂了，所以他赶快来通知屋主说，哎，是不是来做里面的清扫？因为啊，就是天气慢慢变好了，怕说天气一热可能会开始发臭，甚至可能会有这个登革热的问题。像最新小鲜镜头上棚内，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